来试试看我的豆腐好吃吗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日式烧豆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海苔剪成和豆腐一样的宽度，然后卷起来切开，在有豆腐的两面裹上淀粉，来调个照烧汁，配方都打在屏幕上咯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把豆腐煎成这样子的焦黄，最好还带着点酥脆，淋上照烧汁，撒上芝麻还有葱花，吃过一次你就绝对忘不了，快做给娘娘们吃吧。